尊敬的各位长老，各位嘉宾，各位大德，大家好。今天信奉雅加达万佛寺万信先祖纪念堂开幕的良辰吉日，能够在此表达衷心的庆祝与祝福啊，我感到非常荣幸。我和印尼有很深厚的因缘，过去数年当中经常呢前往参加多元宗教的交流活动，尤其是瓦西德总统在世的时候，我们经常在一起出国参访，一起举办多元宗教论坛。这些珍贵的记忆至今还历历在眼啊，新建近年来印尼在多元宗教团结、多元文化交流、多元种族和谐方面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这是一个很好的现象。希望印尼能够继续朝着这个方向发展，率先为全世界做出多元文化和谐社会的榜样。今天举行的万信先祖纪念堂开幕典礼对多元文化和谐具有深远的意义，这也是人类老祖宗对后代厚爱的一个具体表现。祭祀祖宗的意义是教导人们不忘本、知恩报恩。现在这个时代礼崩乐坏，世界各国都偏重于物质文明的发展，而疏忽了精神文明的建设，其结果是富而不乐，贵而不安，甚至造成社会风气日益浮靡，道德日益沦丧，天灾人祸愈演愈烈的局面。这是我们必须引以为戒的教训。中国老祖宗具有非凡的聪明智慧，明了精神文明是人生真正幸福美满的根源，所以兴起伦理道德的教化，而宗庙祭祀的设施就是落实
伦理道德的具体展现。祭祀祖先的意义是教人不忘本，缅怀祖德，知恩报恩。所谓报本反师，饮水思源，这是人道的大根大本，教人诚敬忠信。啊，论语说慎终追远，明德归后矣。对父母尽孝终身，对祖先追思祭祀，社会的风俗道德就会渐渐独厚起来，人心淳厚，社会才会安定，世界才会太平。这是环环相扣、息息相关的因果关系。借着祭祖活动，追怀老祖宗的时代，治理左右，成就礼义之邦的太平盛世。当时人心纯净，精神生活充实，人人个个安分，乐天之民。所以社会繁荣安定，人民幸福快乐。老祖宗做出和谐的典范，留下宝贵的文化遗产，我们必须感恩与继承，在当代实践立现和谐现代社会，并且将如此重要的智慧与经验完整地传承下去，利益后代子孙。这才是真正做到知恩报恩。孝敬足以维护人类社会的永续和谐。中国传统的百家姓里头只收录了400多个姓氏，现在根据专家研究，中国总计有24000多个姓氏。如果这24000多个姓氏在世界其他国家地区做一次祭奠的展览，相信会使很多人尊敬佩服，这是一个真正的大国。要让这么多不同的族姓团结成一个国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这样的泱泱大国靠什么团结呢？中国5000年的历史文化不坠，就是依靠孝和敬这两个根本的德行从中维系。而祭祖正是孝敬的具体表现。就孝而言，中国的孝字是老子和子字合成的一个字，其含义是上一代和下一代是不可分割的整体。推而广之，上一代呢还有上一代，追溯过去50；下一代还有下一代，推演未来5宗。人类的过去、现在、未来是一个整体，息息相关，不可分割。由于过去祖宗的种种努力，我们今天才能安享幸福快乐的生活，而我们今天种种努力又能带给后代子孙幸福美满的日子。记住，一方面提醒我们追思感念祖宗的
种种恩德与贡献，效法祖宗的道德传统，珍惜维护祖宗遗留下来的智慧经验与典范。另一方面，也启示我们要将同样的情爱与恩德沉传下去，造福利益后代子孙。所以祭祖所展现的是人类绵延不绝、生生不息的生命动力，是超越时间限制、恒古长存、整体情爱与关怀。这种力量与远见足以维护地球人类千秋万世永续长存。就敬而言，它是孝的延伸，最初表现在弟妹与兄长之间的恭敬与友爱，继而发展为晚辈与长辈之间的敬顺与关怀，学生与老师之间的尊师重道、传道授业，推而广之，在邻里、乡党、社会、国家乃至全世界，这种敬爱推到十方没有边际，一切人都是自己的兄弟姐妹，长辈晚辈都应该同样的敬爱与关怀。所谓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诚如孟子所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孝敬亲爱自己的长辈，同时也要孝敬亲爱他人的长辈，照顾关怀自己的晚辈，同时也要照顾关怀他人的晚辈。这种博爱的胸襟是超越空间限制、无缘佛界的整体亲爱与关怀。就像《弟子规》上所说的，凡是人皆学爱，天同福，地同在。我们今天将24000多个姓氏的牌位供奉在一起，平等的虔诚恭敬祭祀怀念大家的老祖宗，就是这种博爱精神的体现。人类社会离不开时间的延续关系，没有祖宗的延续，就没有我们今天，没有我们今天的延续，就没有后代子孙。如此怎能不感恩孝顺？同理，人类社会也离不开空间的一层关系，所谓一日之所需，百公司为备。我们每天衣食住行的需求，要靠各种职业的人来提供，大家互助共存，社会才能延续运作。如此，怎能不感恩恭敬？人类社会的维系离不开时间与空间，而孝敬精神的体现在超越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将古今中外的人类整体全部涵盖在其中，可见其伟大与重要性。由此可知，孝敬精神的发扬能够维持社会安定繁荣，促进世界永续和平。在万姓先祖纪念堂的设立，其意义非常重大。
因为它是孝敬精神的具体实践与长远的落实。对于多元文化和谐社会的建设具有直接与间接的正面作用，值得推广与提倡。万幸先祖纪念堂的日常功能，中国古代的祠堂除了每年春秋两季的祭祀之外，平常就作为私塾、家族子弟学校教学之用，同时也作为家族老人们聚会休闲的处所。家族的养老跟育幼这两大功能都在祠堂进行。同样的，我们万幸先祖纪念堂也是一个教育与修仙的处所。除了每年祭祀典礼之外，平时可以做教导、伦理教育、道德教育、因果教育、圣贤教育的场地。这些教育正是现代社会迫切需要的。同时，万幸先祖纪念堂也可以作为老人家念佛共修的道场，应当礼请教师来到万幸先祖纪念堂讲解中国传统文化，注重德行的教育，以中国历代古圣先贤的伦理道德、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爱和平的故事作为教育的内容。前人有25史，摘录一些道德因果感应的故事，编成历史感应统计，这些内容都非常活泼，大家也喜欢听。还有我们重印的德育课本也可以作为上课的教材。现在社会上非常缺乏伦理道德的教育，我们要抓紧实际因缘从事这个社会教育，就像补习班一样，但是我们不收费，而且还赠送教材书本。儒释道的课程都可以在万幸先祖纪念堂开办，提供社会人士前来学习。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就是儒、释、道三家。三家所强调的都不外孝道与四道。儒家教人明伦、知遇之善。佛家教人转物为善，转迷为物，转凡为圣。道家教人顺应自然，清净无为。这三家学派都是教人慈悲，教人开智慧。他们的宗旨与其他宗教并无二致，都是神圣的教育。各大宗教的核心都是仁慈博爱，而仁慈博爱的具体实践就是孝敬。因此人类老祖宗留给后代子孙的智慧遗产都是共同的。万幸先祖纪念堂可以用来举办多元宗教交流学习活动，邀请各宗教的传教士来为大家讲解各宗教里关于伦理道德、因果、圣贤教育的内容，帮助大家了解
各宗教的共同信念与价值观，借以促进宗教团结、宗教回归教育、宗教互相学习。从以上的种种观点来看，万行先祖纪念堂的成立具有非常重大的时代价值与意义，实在是一项功德无量的大事。希望万佛寺的万行先祖纪念堂成功地完成各项神圣的使命，为社会带来和谐安定，为人类带来幸福和平。最后祝福大家六时吉祥，佛会圆满，祝福印尼风调雨顺，国运昌隆，祝福世界安定繁荣，永续和平。谢谢大家。